即係你唔會再去理啲人點樣睇你咯，你就係一定要 sustain 到呢間公司，一定要令呢個 idea 出到個世界咯，一定要做到件事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Nicole， 我係 Fusion Lens 嘅創辦人。叫得做 Fusion Lens， 其实就是 Y 镜和360相机的混合体，不用用电，亦都不用连 WiFi 和蓝牙，拍落手机开 App 就用到，最重要是500几元就有交易。我哋想设计 Fusion Lens 的原因是因为我哋自己很喜欢影相啦，咁但系发觉坊间影360嗰个门槛好高，咁但系我哋就想做一个系好容易用、好简单方便的一个玩意，你拍落个电话度就可以影到360。试玩咗阵，真系几方便噶，仲可以影到 6K 相，但细节位就有啲懵。iPhone 个镜头都会有公差啦，咁亦都个位置会有分别，咁所以个 app 本身要写得好有弹性。最后虽然成功克服，但研发过程好嘥钱，搞到要问银行借钱添。咁有啲人会觉得，你哋借钱好高风险噶，即系点解咁傻啊？但系到你真系决定要做呢件事，你系不惜一切要令呢个 idea 成功嘅。好彩佢哋揾到投资者，解决咗燃眉之急，令到佢哋放胆去做。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，佢哋真系 angel 咯，肯投 startup 嘅真系 angel， 因为风险高嘅人，肯承受呢个风险嘅人，即系肯支持 startup 嘅人系好难得嘅。暂时 Fusion Lens 只支援 iPhone 几个型号，喺 Indiegogo 有得订，2月底发货。想知更多 ，click 入篇文啦。换生活，落科技 ，Anwar-K。